같아요. 经理啊，那个曾经理哈啊，还有在座各位领任啊、组长啊，以及各位前线大的啊，大家下午好。下午好。咱各位前线今天去安尼听这个课了，到什么感受？那个恒武那个安习住。组长。哇。有什么感受？哇，真的。然后我告诉你，刚去知道回二去礼工拜。作，今年也今年点击100中了。好啊，其他嘞，迄、那个，好，咱啊，来把王副领认识。今天想先可安。你好。以前哦，或许是安尼想啦吼，本能在道，本非道。为什么咱总不断在上课？敢是在求知？敢是？哦，所以讲个咱若要透过了着教育，有当时啊，咱无法讲去开启啊。咱今日推动这个道路的时阵，其实大家拢有足好的经验，但是。透过大家社会个一种个迄个启发，相信会哦，知识方面会去较快，敢会？哦，所以听起来了，咱会感觉有意思。哦，咱一直我都去甲伊看破，但是伊咧去透过了着即个课，哦，了后诶传达，互咱产生了着即个知识、即、这个智慧，当然相对着、就是。我咱伫推动着，有自修也好，吼，啊，伫帮班也好，互咱更加有迄个方法。所以各位先生大德，咱上即个教育训练是有需要，爱有需要，敢有需要？有啦吼。放讲吼，话讲啊，迄拢是理论啊，安尼讲对？敢是？当然啦，伊听听咧，咱讲吼，就是文明在道嘛。今日去听咧，足好，哦。但是咱若甲想，我若照安尼做，计咱敢袂出来？会啦吼。听讲诶，真好，但是敢若听讲无去做，敢有作用？好、哦，所以讲诶，就是讲，咱今日因为啊，透过了解这个啊，咱。迄、那个严经理哦，啊，佮还有传辉领任哦，啊，佮甲迄个李湘领任哦，因为现在这可能已经有修会考量过，针对伫咱道场上呢，哦，需要去突破、加强，一直了解咱修班的力量，拢一定的啊，经过反复不断的去。去甲伊拟定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呢，我是感觉讲上即个课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好，啊嘛，希望因为因上课传递互咱的真，咱会当甲伊应用伫咱的自身，然后会流落伫道场内，敢会？伫咧去从个认真讲来讲，所有的问题拢是家己的问题嘛。哦，那么咱今日听着了，拢以家己的身躯来家流露出来，道场还阁有问题，还阁有无问题，而且道场阁会受用，道无方便，道亲会愈来愈济啊。所以讲起来，互人讲啊，即、这个一句话咧讲，迄、这个我提一个词。风吹啦，开啦。千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，搁前提讲起来。所以讲起来，咱听甲足好，体会袂歹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咧讲寻道理咧，你
种神灵意会的当下，感觉足欢喜。会议了后，感觉足欢喜。但是，迄个会议当下的话是讲短暂。啊，咱为虾米不断听课？不会就是要来看咱二六十中的嘛？感谢你。啊，当然嘞，咱今日呢，大家做伙探讨的当然，唔是讲是落在修，是落在了办法的内底。当然嘞，咱大家拢感觉讲啊，今日去听这個，哦，今日这课程真的很好。啊，别安怎丢落出来？话讲好讲啊，迄拢是理论，不是说，因为你没有做出来，当然就是落于你形式的理论啊，敢是？你老去共付出伫你诶行动来讲，个敢是理论？啊，无咱去后底读册，咱用读理论诶，啊，就是咧教人，咧互咱毋知又知，知了去做出来嘛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咧，归咎的还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咱不断咧，尤其是讲咱今日去拢是道场诶干部人才，拢是一个哦中间干部。拢是道场的一条，所以讲咧，咱要安怎不断的增长咱家己必修班的方法，然后咧，哦，来三心了意修班的第一种三大，就是伫咱的推动道路当中，相信这个道路的，它是会成长。咱拢讲，咱咧道拢无无人啊嘛，敢是安尼？伊有圣坛两万分。我唔讲哦，哪个单位大家都讲哦，阿点做？哦，啊，一般咧愈来愈少，敢有？有啊，今仔日拢有数据，但是敢有办的单位，一贯的办的单位，因咧道路足方便，敢有？有嘛？啊，那安尼是，那安尼是办的人的问题，还是道路我当塞出的问题？啊？办的问题，哦，所以讲个，你心用到对，心就到对；你心用唔对，心就到对。咱若心想讲话讲安尼安尼杂杂啦，哦，咱讲吼去佚佗啦，啊，因为咱去咧买物，咧买物件嘛吼，讲食人个物件爱杂，哦，啊，食家己个物件爱杂，哦，因为咱就无咱饲嘛，免饲个嘛，所以唔免杂，你爱杂啦。哦，啊，咱人就是讲，伫百般的当中内底，吼，啊，大家当真正，就讲感受出来去做，其实点点滴滴的，咱拢会当回馈给咱人的祖先当中。所以咧，这个潜在的能力咧，一直无法当变化出来。啊，因为伫咱啊爱想的开放破火种来讲，哦，嘛就是真热应景。因为伫到旧年嘅十一月份咧，你甲用船嘅时阵，我讲用下个诶 ，AIB7 是破险市场，哦，台北好算，当点31元，一单哦，已经要一单啦。开放破火做料咧，点差不多，一单200嘛，两个月哦，安尼是事在人为，爱惜。敬天留名，事在人为，事在人为。其实有当时是事在人为，是你袂甲。你若想飞，你就会有方法。你若想讲啊，我已经有啊好，无啊好，你就是这种比喻。你若想讲啊，迄物件啦，哦，对无，迄结果一个当然啦，一年当相处也是坎坷啦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真的。或许拢一直过年回来，拢是咧呼吁，用开荒破火种这个精神来延续。啊，那点点的也是根本啊，了解没？好啊，所以讲咧，或许拢感觉讲，当然啦，是开荒破火种第一间内底，哦，大家拢有一个冲突，哦，啊，但是咱伫对应了伫这个道路咧开发咧，其实讲咧，咱爱。咱要有恒心不断啊，当然嘛，免讲逐工安尼冲冲到吼，无力无力啊。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其实咱一定，尤其是当干部的，你一定爱心中，咱要安怎去拿捏取舍，哦，
咱的工作要咱去扫，要咱去做，要咱去做，要咱心转如金。因为你渡人没有成全，到落英，咱永远拢总是伫遐咧渡人个啊！啊，一渡渡拢无人，因为咱讲咱的前世实在拢有限嘛。你若无去渡新的德性，成全新的德性，其实以后啥物渡人？咱的人才该提升未提升，一般该提升未提升，成果该提升嘛未提升。所以讲咧，可是拢在阿讲吼，其实咱是爱，吼、哦、爱真正付诸于行动，咱一定要奉献，爱聚会，吼会当得心甲伊叫做会，唔免讲一家口一家口安尼去奉献咧，吼、哦、一家口一家口安尼当然花费的时间较济。如果会当改聚会、家庭聚会、娱乐社会，哦，那安尼咧，相信个人啊会感恩，哦，安尼起来时阵咧，啊，伊嘛感受袂歹，也感受袂歹，也感受袂歹功德咧，他真的是会去感恩，哦，啊，咱一心咧，哦，爱持续不断咧，安尼个来做，哦，咱若无安尼做咧，当然，咱的道路咧，永远嘛无路通的，而且。人讲一日有收一日空，一日无收一日空啊！你今仔嘛是空过，还是空过？啊，所以后世人讲讲，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就是安那。你感觉讲，你今仔无做着等于你会感觉艰苦，即使你离火就近。啊，你若想讲话讲啊，把今仔日沙白沙白，哦，泰国人讲啊，沙白沙白，舒服过就好啦。不要太麻烦，不要太辛苦了啦。啊，那安尼，咱就是逐天沙歪沙歪。啊，啊，所以人咧讲诶，都无爱忧矣，那生于忧患，生于忧患，那会当死于安乐。第一，那生于安逸，就会死于忧患，因为你唔知要停，你唔知要停未停啊，真的啦，唔知要停未停。所以讲诶，咱咧看讲咱个年轻的时阵。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会当坐，会当趴，当下你做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，敢是？哦，啊，所以讲个咱是爱把握了个咱，哦，这个健康的身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嘞，啊，咱今日去整个，哦，的一个概念，因为或许刚刚从个，哦，阿哥领证，阿哥那个简经，那个严经理呢，虽然是跟我们讲的是。有一些的理念，但是这个理念比赛公司比较健康。哦，啊，咱会当家己热心，哦，啊，会当用伊咱的自心，会当推动了这个，哦，这个道理。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啊，定这个目标呢，其实是足重要的。哦，啊，咱就是迈向那个目标，有目标迈向，哦，咱向迄个目标去，哦，相信咱有去努力的，虽然无达到目标，但是可能嘛。但是咱未到目标，咱若无目标，万无目标的话，当然咱要做啥？哦，咱就有一个基准点。啊，咱有这个目标了，大家调用这个目标，变安怎去达标？咱目标定下了后，哎，你若是讲无达标的时，你敢会华人参观去做啥？你会用足侪方法要来达成这个目标啊？敢是？嗯，你公司咧做业务是安尼咧，哦，目标定落去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达标？当然咧，咱是提供这个道路来讲咧，哦，咱像刚刚我已经讲咧，当然咧，你办公证啊，别咧结合社区啊，哦，别办什么活动啊，哦，其实这种咧，拢会使讲是真济方法啦，真济方法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这拢就是咱要达标的一些。啊，一些方向，啊，以及的这个方向。那当然呢，啊，咱啊，很多啊，从里面呢，五里边关系，真的有事做，事事有人做，啊，那当然嘛，希望的，那你能够一锤开始来做，咱不是一般人情，哦、啊，讲一个叮当一个，讲一个叮当一个，第一，家己也没有得到什么。啊，咱若如果会当家己去找工作来做，你每天都是当下在建功立德嘛。哦，一旦讲是一天内底，一旦感觉讲更加的充实，其实安尼起来，哦，
咱会当有哦，每一个时阵呢，拢互咱把握会着。所以讲修行上介好个，唯有就是把握在这一个当下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人人有事做，事事有成做。啊，就包括呢，哦，你像讲啊，咱啊，普贤人，还有我们曾经理，一些前辈者，都很期待我们的佛堂能够达刚刚有来记者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做过。佮而且没有这间佛堂，伊的价值会流落。所以目前感觉讲哦。对于了对于这个开放破火种过来以后呢，哦，咱的文化大家拢足好个，我拢感觉真欢喜。但是呢，话呢，感觉讲好啊，但是较有够济。我说啊，会使坐在一边讲，讲较会使抱怨，较会使抱怨。其实不是抱怨，你爱去找人出来，安尼是不是会当去增加人才？不是抱怨，讲哦，安内遮济。咱是不是愈做愈有福报，愈做愈有福报，敢是安尼？是。哦，所以我拢感觉讲哦，像今仔日来遮开这个班，或许感觉不错。这个也就是我们父亲的一贯的那一个期待，以及我们曾经理不断的很期待的，要如何让这个佛坛呢，能够每一天都能够发挥它的功能。啊，无这点可能，你得不要呢？啊、哦，如房起价加好些，佛坛这么好。啊！你无好好啊，家己善用的时阵，解无通利用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有当时啊呢，咱的摊位真正侪，或许会接到。但是你这个接到摊位当下，我们真的要如何安顿你的心，让变咱栽培人才来应付得人伊的成长。唔是讲哦，伫遐抱怨讲啊，你都因因这摊位遮尔侪哦，爱是安怎？真的这样，我们都有感恩的心。哦，阿变做好，咱的同修他们也能够认同说啊，咱的当真，伊是咱的福报，唔是咱的业障，啊，是咱的福报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你若经过这个等的这个难的，你会去突破，增长你的智慧之外，也能够你有所的福报，感谢。啊，那你都没等的困难，都没有难点的话，啊，大家跟你商量商量，其实我们所做的还是非常有限。所以或许龙刚刚讲的啊，真的哦，人人有事做，事事有人做哦，找事情给自己做，找事情给别人做。这或许李老师的话呢也讲过，啊，当然不是讲啥物代志拢揽免做，啊，咱的德行有当时爱揣摊位无面做，为虾米？有当时我今日去修路，我就是要施工表面啊。因为我来到道场的时阵，哦，这届或许年轻来当着咱华严的先生，伊甲我讲，人伊本来拢是佛教，拢经常要听，因佛教的常发毕业，哦，伫个大型的迄个场所嘛咧讲，伊甲我讲，哦，来道场吼，课伤少啦，一个月有可能一班、几个班尔，啊，若有时去谈经。所以讲，咱所展现出来，因为咱来就是爱用的啦。哦，啊，你若想讲咱平常有遮尔济工作，要清洁啦，要厨房，要啥货啦？哦，有当时啊，咱是不是咱要去开发新的？鼓励新德性，不是所有工作拢总是叫成靠的来啦，敢是？嗯。哦，所以你道场内底咧，咱有新的德性，咱咪当家鼓励，鼓励我嘛讲啊。是吼，咱特别清洁阿哩，咱来再正积德，累积福报。哎，有个人啊，做阿哩做呢，是因为咱无甲讲，无甲宣传，无甲鼓励啊。所以咱咧会想讲，海心德心吼，安怎拢惊讲，因来遮做工就惊着。你若要做工惊着，咪惊着啦。啊是事在人人，看伊安怎去做，敢是？啊无，咱拢甲伊保护甲上好势，还是阿哩吼。即使他们哦，有的时候想表演的，也是会。所以讲嘅，嘛希望讲哦，变啊，把这个道场咱推动哦，爱爱哦，有信任哦，因为咱接受其他哦，连教育、福利的拢重视哦，变推动咱的道场，把它变啊改善。所以好些人感觉讲，咱道场行咧讲就哦，卡难行，道场推大行，水难推。
热情是大堆，热情是大堆嘛，哦，啊，咱敢会当依照这个来做咱今年的核心价值，敢会使？哦，敢会使？会使，会使不？会，哎，各位浅显哦。啊，大家见证一下哈、哦，所以讲嘅渡人成全，成全嘛，啊，咱就是讲变咱卡人名，哦，道心归大名，所以呢，对道心归大归，所以福气嘅摊就要不断的，安尼讲好，想盖佛一定要一桌一路行，安尼讲贵不？贵，为道心不是一桌一路行，一桌也多路行。啊，咱若如果会当维持讲哦，一周一路行，我一礼拜内底，我家己来找一个所在来放心。啊，你看咱的道心，今日囡仔伊爱上有来者、這、啦、個，一礼拜啊去放心一届安尼，感觉怎样？好啦吼，啊，你讲有进步，有啦吼、哦，所以或许是期待啦吼，包括或许哦，所以一周一路行是。包括破鞋在内哦，不是讲我讲，我恁在落地一路行，啊破鞋就你要不要聊？不是啊，破鞋还是一周一路行，家己找对象找得亲，哦，啊变到来放心，要怎么来成全？啊咧咧当落实，哦，咱底下不能成全，你这些区块来对，让他们不断的在成长，哦，啊咱也是准备可能，或许是期待啦，哦。啊，干部都能够，都能够参与的，啊，最少干部都能够参与。那我们比较靠的帮办的一些人才，啊，啊，咱来大家推荐，啊，尽量来选这个，因为今天呢，啊，有真侪浅浅的，我刚包括啊，今天的课程他听的，也欢喜，他得到的也多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爱积极不断，但是最后讲，讲的就好。但是搭配嘛，为今仔讲遮好，结果咱袂做出来，唔等于讲也无好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一定爱哦，要以这个实践哦来讲，现在的理念不一定是这样，希望在我们自己哦来做起，安尼首先咱的任务会完成啊。感谢啦，阿卡恁到我遮侪时间哦。啊，最后呢，我是祝福啊，咱大家身体健康啊，盛管如意，我们的道路能够红展啊，善感恩。也向两位经理，谢谢师慈悲，前道主公，观道主公，来闭关，心意一和，联合干部试验班安源城教务指导总学三十公里，前道地主公，代主公，三主公。
감사합니다.